我说实话哈，我龙哥哥这个类型的，他从来没打过男生。今天我就给你来一个以小博大。 硬，可垃圾话，真的。一会儿修比雷肉的。哦。看似很低级，其实脚步很慢。哈。哎，这个视频发出去，这么大家都知道刘宇哥没来了，不可能。都有。 跟你讲啊，去打一个人，他越没有三分，你越用三分打他，把他的信心击到谷底。哇！他说他呢，他刚才给我讲，越没有三分越要打他。睡。还放，我真放，你等着。 没有，就把他打得鸦雀无声。帅。走，走，走，快跟我们一分一分的进。你咋是要感受一下你的身体的？啊？哎呦！ 谁说小豆子不能打？我放你一个！我抬手！啊！牛逼！ 其实他特点不是投三分，但这局让他投进四个三分，嗯，因为他不进他肯定输。